所以今天等一下呢，120这样子三下就算是我们的 top step， 就是做完一个最重的一个组数，没有很理想，原本打算130做三下的，可是好像手臂还蛮疲劳的。对，那等一下我重要降下来要做更窄的窄握，大概就是跟肩膀那么宽的窄握，大概做5到6下，做2、3组。 这个礼拜呢，整个训练状态都没有非常的好，但是很合理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前3周还是2周，前几周有一个礼拜我拉了一个270，然后呢组数我降下来做243下，然后下一个礼拜呢我又拉了251下，哦不对，252下，然后上个礼拜呢我又拉了一个261下，然后降下来做一些非常轻的组数啊什么的。 所以最近这几个礼拜硬举算是非常不错，对，慢慢就是在往上爬，然后反正感觉都非常好。所以最近这几周，整个硬举表现其实说是非常的好，非常满意，非常的理想。那对于我对自己的了解呢，还有你传统硬举对自己身体的压力等等，这一周照理来说会往下掉一点点，就是。 你爬，哦，稍微往回拉一下，并不是说非常烂，但是就是比你平常表现稍微差一点点。你的疲劳啊，你的神经啊，什么都会影响到。那再加上我这一周真的睡眠也睡得不太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一周其实表现没有很好，也算是蛮合理，而且在预料之中。但是就有一点点，怎么讲？你原本爬这么好，硬举这么好，然后你会希望这周更好。所以我这周原本的目标，原本设定目标是243下左右。 好，结果呢？哇，重量在230，一拉就，哇，这个重量不对啊，今天不对。但是有时候就会有时候就算你再怎么自律好了，有时候就还是会冲动一下。就是我230，我就想说，可能是因为姿势问题，可能是因为什么各种原因，所以拉成这样。我觉得240应该3下没有问题。对，你身边应该很多这种人，就是。 比方说你拉了一个200公斤，哇，你没有拉起来，或者拉得很重很极限，可是你想说，一定是什么问题，所以我觉得210一定没有问题，他就直接加210，然后就理所当然的起不来。我就是有这种心态，就是240应该可以。我加240之后呢，哇，拉了第一下就觉得这个240真的是世界无敌爆炸满的，所以呢。 我就直接结束，我今天硬举就直接结束掉。其实，尤其是你在拉传统硬举的时候，因为传统硬举相对相互硬举，它的压力真的是大非常多，对于你的神经，对于你的整个脊椎啊，对于你整个肌肉啊、背啊什么，其实压力大非常的多。所以在练传统硬举的时候，你更要去注意这些疲劳啊、这些恢复的东西。尤其是现在这种状况，就是你今天预期你给自己身体造成的一个压力值大概在这边，比方说80分好了。 可是我刚刚拉那一下240，我觉得，如果我这240我真的硬把它靠完3下，我的压力值应该就95分、99分那边太高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停下来，至少让你的压力不会超标。这样子的话才会影响到你下一周或者之后几周的一些训练。所以说这种时候，你们很多人，比方说他希望今天目标是拉到多少几下这样子。 但是有时候你的状态就是不好，你的条件就是不允许，所以你宁愿提早停下来，也不要过度的去超过那个对身体的那个强度，对身体的压力。总而言之呢，如果你是练传统硬举的话，然后当你拉了一个重量，你发现跟你想象或者跟你预期的差非常多，重非常多的时候，最好就是。 先停下来，不要继续拉，不要硬是把它撑完你的次数，可能撑到 RP10啊什么的，然后你身体就不爆掉了，你骨盆就不歪掉了，然后你的疲劳值就爆炸，然后你下礼拜训练就会很大的影响。最好就是当下就先收回来，停一下，你宁愿先停一下，把你的强度控制在这边，对身体压力控制在这边，也不要去让它爆炸。当然就是说，如果你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，或者你就是反正。 强到爆炸，身体跟鬼一样的话，那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现在是几月？现在是8月。对，我8月，然后我的第一场比赛是9月19号。当然这场比赛我觉得有点尴尬，对，之后再讲为什么。所以说我真正很期待，真正想要去拼的是年底12月的那一场单项的硬举，是希望至少成绩有个275到280吧。对，会不会要求太多？反正就是。 一个目标在那边，那能不能达到就是另外一回事喽。现在有一个比赛在这边，然后可以给自己一个动力，好好的去规划，好好自己好好去训练，好好去恢复，好好去睡觉。对，我睡觉真的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